question. Huh? 听到 New Jeans. 啊，对，像 New Jeans. 像 New Jeans. 韩国女团啦。这音乐啊。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会听到 New Jeans？ 很年轻。很 Y2K 哦。对啊，关不掉，关不掉。品牌的发表会，还叫 Roro Piano， 比较属于什么？叫什么？老前锋吗？对，那就看他的新品发表。那就跟我们一起走喽 ，Go！ 乌鲁姆鲁，好，它是一间澳洲来的咖啡店，就从旁边的杂货店，然后上五楼。你好，嗨，你好，这是我们这次邀请我们的主办人，也不是我们主办人，他是公关，公关。那你等下会介绍吗？我今天是接待的部分。对，就连你就是电梯小姐，对。来介绍我的秋冬季，我吗？嗨，的话其实是罗罗皮亚娜，就是有四个来自不同地方的灵感。就是上一次的话是在意大利，就是这样出国了，他们去了四个地方，是南美洲、秘鲁、玻利维亚，然后纽西兰、澳洲跟蒙古，所以这是的颜色啊，跟一些毛料都是当地获取的灵感来源。在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是就是南美洲、秘鲁、玻利维亚那边，所以它有很多蓝色、绿色，就是那种叫丛林风的那种，是看就是可以想象像那个马丘比丘的感觉吗？马丘比丘吗？对，就是那个感觉。然后可以看它最旁边那个紫红色，那个也它有一个名字叫做 Kumo， 其实是德文的，就是意大利的那些就是老教堂的砖头的颜色，就是 Kumo， 它是罗皮亚娜的品牌的经典色。哎、欸，这包很可爱耶！这个是他们家另外一个款式，叫做那个蓝，那个叫什么棉麻虫，是那个洛克香剃下来那个毛，那个毛料呢装的那个麻布袋就是这样，而且那个麻布袋是我灵感发想做出来的包款。这个帽子好可爱，是有点厚的。接这个 cash fair， 这件我蛮喜欢的。的有尝试要跟年轻市场接轨，所以说我真的跟他们以前以往经典款比较不一样的变化。质感很好。他有听到啊？听到 New Jeans 啊？对，像什么 New Jeans？ 像 New Jeans， 韩国女团啦。这音乐啊？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听到 New Jeans？ 很年轻。很 Y2K 哦，对啊，关不掉，关不掉，还是在预告，就是要跟 New Jeans 合作啊。这罗罗平呢？我敢，不是吧？对啊，我们现在是老前锋，不是 Y2K， 不然要放前锋。这个是看起来针织，那你可以仔细看，它上面是皮。哎，对耶，这个针织面料缝在一起，它是皮，蛮厉害的，而且工艺蛮强，很强。因为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，其实这些针织其实像是一个一个圈，一个一个圈。对啊。所以如果你说你这个的话，如果你弄不好的话，很容易出现很大的洞，或者上面有垂水，洞就会很大。它没有啊。在他们家很厉害，然后他是在台湾独家贩卖哦，别独家贩卖吗？这个系列，香港什么都没有，都没有，只有台湾才卖到。其实，在台湾就是真的蛮有潜力的，他们的品牌真的台湾的老钱很多啊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完肉肉皮啊，压新品怎么样？就是老前锋，我觉得蛮适合一些就是巨星们穿，还有一些有钱人穿的。那么抢我的牌子，超适合梁朝伟。梁朝伟吗？对啊，梁朝伟真的很适合他们家哎。是现在梁朝伟，是老的梁朝伟。现在天快下雨了，所以我们来台北101有够无聊的行程，因为很近啊。所以我爸给他逛一逛下雨。所以我刚刚在 Roro Piano 喝完气泡水，超饿，现在超饿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找一间店吃，不知道找哪，你就随便找一间。对啊，去找吃喽。哎，你看龙泉怎么样？这个是什么活动？他没有活动啊，他有一个马，他是昨天新品发表啦。哦，里面有个大香蕉。那有看到想吃的吗？火锅。所以你想吃火锅，热要死。我没有啊。你吃什么？我吃烧肉冻，然后大碗的。这多少钱？250。明白。
还有小菜啊、哦？我要点这个啊，这个是我超刚看到我就超想点，所以我点那个套餐味噌豆腐，味噌豆腐。然后这个是牛的牛冻，然后这个毛豆单点，一个菜有310。还好了吗？你现在有都要买什么？啊，红茶、哦、毛病很多，吃完就觉得口渴。你毛病太多嘞！愿意买这个是我最近的心头爱，就是摩斯的菊络冰红茶。那种菊络真的是好好吃，好小，热量又低，推荐给大家。刚刚吃那个东西没了，这是我以前吃过的啊。可是我觉得它现在变蛮小碗的，我以前吃的时候它碗很大，它现在好像就是一个饭碗而已。就偏小，变小，嗯，变小了。但其实口味，那价格一样，然后价格对价格一样，那缩水。OK， 可是没办法，现在物价也在上涨，好像只能这样。OK， 已经就是闲到来逛杂了、欸。这件很可爱耶，这根本就是 LV 嘛，这也没有很发，等一下吧。芭比联名哦，可以买去看电影。还是我就提着这包去啊？这可以耶，这好派瑞斯希尔顿。来到微风南山的一个展览区，这是真的美金上面画画。我觉得这个 T 恤放出还蛮不错的，然后哦，我有觉得他艺术品的画很可爱。就是配合展览出的周边，对啊，好可爱哦。比较，可这图案有点像不知道什么 Stay Real 那种感觉，是吗？对，这个是淘气的球鞋，那我那个画作签名，对啊，这边也有。其实那天我没有做结尾，但因为收音没收到，我们也忘记说了什么。那就以霍星座附件做结束咯，拜拜。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，请给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，下次见。